爸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能主持一下公道。你说这个房子是赵丽阿姨买给我和莹莹住的，那这个房子的产权归谁呢？啊，那产权当然属于你们了。所以，妈，您占了我们这个房子，让我们去住旧房子。那行，我俩听你的。那旧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您不是不知道。那我们也忍了。那这拆迁费总该让我们俩拿了吧？啊？ 你给拿去了，是的。这个拆迁费早就让妈妈给拿走了，合着我跟莹莹是两头全落空了，是不是？房子也没了，拆迁费也没了，你想把我们逼上绝路啊？哎，原来都是拆迁费闹的。我说着，怎么会有张新的银行卡呢？好端端的哪来这么一大笔钱呢？玉萍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嗯，大伟。 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，嗯，拆迁费我不拿谁拿呀？妈，你跟他们说说这房子。当然了，我告诉你，那房子啊是我老头子留给我跟玉萍的，那拆迁费啊理所当然就应该我们拿，凭什么你们拿呀？你们的想法呀，都是强盗逻辑，做人不能太计较。我看就你们自己最计较了，不止计较，还来阴的。哼，大人的事儿，你小孩少插嘴。 嘿，我怎么又是小孩子了我？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换一个3岁小孩子来评理，都知道谁是谁非。哎，大姐，你凭良心说，这件事要是落在你身上，你怎么办？我没那么倒霉啊。哦，你这么说了是吧？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二姐和二姐夫他们活该倒霉了？对，你是命好，你投对了胎，妈和外婆都向着你啊。 就连你把外婆的私房钱都骗光了，那不也没事儿吗？好端端的坐在这儿，没劲。嘿，被我说中了吧？妈，你就把拆迁费给他们吧。你是小孩子，这家里大人的事情你不清楚，不要乱讲。我就是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好好上你的学，啊！爸，哎，这么把人逼到绝境。 你们于心何忍呢？你就这样劝我们，你怎么不劝劝他们，让他们退一步啊？就是，妈，你还想让我们俩退到哪儿去啊？合着你想让我们俩去睡马路是不是？我就不给你们，你有本事告我去。哎，你以为我不敢呢？嗯，干嘛呀？什么事儿都得讲个理，理在我们这边呢。有什么理呀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评理呀？新房老房都不是你的名字，你有本事你自己挣去，哪一套是曾自强，你自己挣的。 跟着娘家人争你，长出息吧你！算了算了，哎，子强，哎，你何必出口伤人呢？太不给自强面子了。我说的是实话。老公，老公，你什么都别说了。 我现在正烦着呢，你别跟着我。别人家的账户都是看女婿怎么看怎么欢喜，我倒好，我跟我丈母娘结了哪辈子的仇了，这么看我不顺眼。是，两套房子是都没有我的份儿，哎，可这新房子总有我的名字吧？ 我替我老婆争取合法的权益，我做错了吗？觉得我挣的钱少，还不就是看不起人？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。我输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我要是出生在城里，还指不定谁瞧不起谁呢。哎，这怎么说着说着就不跟着我了？合着我这一肚子的委屈不能发牢骚了，是不是？有本事！ 有本事你就别跟着我，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 哎，你怎么待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想故意躲起来，让我找不着你，然后让我着急啊？ 我的脚崴到了，你不会说点好听的。
来来来，这只。慢点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脚崴了干嘛不叫我？你发那么大脾气，那么凶，我敢叫你吗？你看你，深更半夜的，穿什么高跟鞋？我是想着要到赵丽阿姨的商店去工作，总得要适应适应啊。啊，轻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准备去上班了？嗯，我再不独立呀，哼，都快成你的受气包了。我不是故意要跟你发火，但是我这一肚子的气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跟谁说呀？谁让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呢？哦，最亲近的人就可以当出气筒啊。我这现在不是正跟你承认错误呢吗？啊，老婆，你还是别去上班了。我知道你想帮着这个家挣点钱，但是我不想让你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还好啊，那份工作我挺喜欢的。再说，我也必须要跟社会有接触啊。这么不上进，靠你养活，那么我们俩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，到时候我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，也会被你淘汰。我呀，永远都不会淘汰你。来。这谁说得准啊？再说了，光靠你一个人来养家多辛苦啊！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，共同养家，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小宝贝早点来到这个世界啊！好，那老婆不生气了。嗯，回家喽。人闷在这儿，啊？这水浅，掉下没事儿。没有，我一个人跟这儿坐坐嘛，换换空气。换空气？咱们家里空气不好啊，那窗户一开，南北通透。换空气？我看你不是想换空气吧？啊？想换一张脸，不愿意看我这老脸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。我们把话说明白了，我还真看不惯你，但是我不是看不惯你那什么什么什么老脸，我是看不惯你对自强对莹莹那个劲儿。行了，原来还是为他们打抱不平啊，为你这女儿女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天到晚没事竟虐待他们呀？你别老什么你女儿你女婿，那也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婿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他要真是我亲女儿亲女婿，他不能一天到晚老盯着我身上那点钱，根儿就在这儿呢。就因为这闺女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就是掏心扒肺的养也养不熟。你又来了又来了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？哎，你不是说摊开了说吗？那摊开了说吧。那你看那自强上门跟我要钱来了，要那拆迁费要就要吧，还来势凶猛。我说话态度是不好，可是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能就那么给他打发了吗？啊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你一点错没有。哼。哎，行了，阴阳怪气的，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？你说是吧？什么是吧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这个家，那你就听听这家人的意见是怎么回事啊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宁可住那草棚子去，我也不愿意住这抢来的房子。这怎么就成抢来的房子了？莹莹的房，莹莹是我闺女，对吧？赵丽给买的房。哎，这赵丽有那么多钱，她不给她闺女花，给谁花？我住我闺女房子，天经地义呀。自强和莹莹是咱们的女儿女婿，你别动不动就往人赵丽头上扯。啊，跟赵丽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赵丽再有钱，
那又怎么样啊？他又不欠咱们的。怎么不欠呢？哎，祖传的，祖传的宝贝都给了人家了，是，这可以不算是吗？我给他养了30年的闺女，含辛茹苦可以不算，我青春都搭进去了，还不够。莹莹是咱们的闺女，我跟你都说了几千遍、几万遍了，你这……哎，别人说一遍，大家就都相信了。哎，怎么你说1000遍、10000遍了，还没有人相信啊？啊？莹莹是你亲……我亲闺女，哼，我没这个福分，我养不了这样的闺女。你别跟我编啊，别跟我又编什么你同事吧，你战友吧，什么遗孤吧，什么我不相信你这一套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哎，反正你现在对莹莹这种态度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切，我要不住这房子，我要是不拿那个拆迁费，我才后悔呢。你就想着眼前这么一点事儿，别的事儿你都不想。哎，咱们还有俩闺女呢，晶晶、菲菲，一个上学，一个还没出嫁呢。咱们还得交贷款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啊，能再干几年呢？我身体也不好啊，就你们这么轮番的气我，又不配合我，我哪天我一口气上不来，我就憋到阎王爷那儿了。反正我这样做是为咱们家里的每一个人。搞什么搞呀，一整天了不下雨，这下班了来添乱。就是啊，好端端的，你看今天刚弄的头发。走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有男朋友就是好，你瞧这精神头挺不错的。为什么人家的男朋友都这么酷，约我的人却……晶晶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好，晶晶，餐厅我已经订好了，你撑着伞，别淋着啊！我去开车门。行啊，晶晶，地下工作做得挺隐蔽的，快老实交代，他是谁啊？哎呦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整形医生。有房有车，经济实力还可以。晶晶，上车了。哎，不过我就是觉得他个子有点矮，要不是他死缠烂打缠着我才不去坐他的车呢。我就是敷衍敷衍。啊，他是整形医生啊。整形医生，那我今天先走了啊，再见，拜拜拜。二位请慢用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啊？香车宝马，美味佳肴，不用问，点最贵的肯定错不了。好，还有饭后甜点，给你个惊喜，看看吧。Hello Kitty，好可爱啊。这就没错了，女孩都喜欢 Hello Kitty。 哦，再摸摸看，还有。哦，来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啊？跟你见过几次面了，我故意观察你来着。还有，再看看。还有啊。嗯。好漂亮啊，真好看。嗯，原来是100分，现在是120分。服务员。
个，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些礼物我都收下，那个，免得你拿回去浪费。嗯。这个琴呢，我不能收，因为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今天出来跟你吃饭，是因为你帮我抓到李麦克。过了今天以后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干嘛跟我撇得这么清啊？我当然要跟你撇清楚了。我任晶晶不是那种随便欺骗别人感情的人。好你个曾子强啊，把晶晶说的佛玉佛跳墙，鬼玉鬼见愁，丑化得跟魔鬼似的。这晶晶再有100个、1000个毛病，可她不装，这坦诚劲儿可不是一般姑娘能有的。你这大姨子，我追定了。甜蜜，那个是他爸爸，怎么那么复杂呀？是他的后爸，他妈妈跟他爸爸的同事的小舅子同学，他们。好像花儿开在城里。哟，这心情不错嘛，中彩票了。静静从来不买彩票，应该是公司加薪吧？升职了？都不对，再猜。猜我才猜不出来呢。不知道。像我条件这么好，这么漂亮的，肯定是有追求者了。啊？什么？有人追你？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地球人，他肯定没有见识过什么是地球上真正的美女。不理你了，你就非让你姐姐着急。哎呦，晶晶啊，晶晶啊！哟，静静，静静，快告诉外婆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他职业是什么？一个月多少工资啊？哎呀，你让我说哪个好呢？今天有5个人约我吃饭，我都不知道跟谁去了，把我电话都快打爆了。哎呦，想来想去，算了吧，就跟一个整形医生吃饭去了。哟，还5个人追你呢？那整容医生人这么香的行业，他怎么看上你的？你姐姐漂亮，有5个人追她怎么了？你这不反对你姐姐，你活不了了吗？不，妈，哎，给，这就是那个整形医生送的香奈儿。哟，这往哪儿戴呀？这戴胸口上？这是耳环，妈。哦，这耳环呐。哟，真漂亮。哟，真漂亮。外婆，给。哟，哎，真丝的呀，太漂亮了。哎呦，这整形医生的眼光蛮不错吧？是吧？丝绸的，这手感很好，这东西很贵的。这名牌，这是。这哎，那我的呢？当然有你的啦。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种小女生玩的东西，一点都不适合我。哎，你我怎么了我？哎，对了，那个二姐夫前几天不是说给大姐介绍对象来着吗？好像也是个整容医生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不会跟他一块吃饭去了吧？没错啊。妈，就是说咱们什么猛虎、豹虎、彪悍虎的那个男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大姐，你这谎撒的也太不靠谱了。人家都把你骂成那样了，怎么可能跟他吃饭啊？菲菲，这就是你太嫩不懂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啊。他没见过我的时候不知道我长什么样，但是一见了我之后呢，发现我长得这么漂亮，然后他的眼神啊就直勾勾火辣辣的看着我，掉进我的情网里了。没思你，我看人家小许啊就只想当个驯兽师而已。就小许那样还不够我的标准呢。哎，没错，那个小小整形科的医生怎么配得上我们家晶晶呢？搞不好再弄个像自强那样的回来怎么办呢？这您放心吧，晶晶啊有眼光，你这方面你要跟你姐姐学着点。我学什么呀妈？你看我大姐这都30岁的人了，大龄剩女一个，还挑三拣四的。没事没事，要我看你将就将就算了，别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，那就可怜喽。说这女人，她怎么就这么难缠呢？
这为什么几个回合下来都输得莫名其妙，节节败退的呢？你说咱哥们这智商不算是一等一的，好歹也上过高等学府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这也算是个优秀的人才吧，这输给一个女人丢人不丢人啊？哎呀，就因为顾虑太多了，所以啊难免患得患失，一患得患失输的几率就大了。所以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没错，一定要把这场战争反败为胜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死缠烂打，坚持到底。没错，死缠烂打，坚持到底。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敌进咱哥们还进。好，干杯。干。哎，要不怎么是我哥们儿呢？有你这句话，我一定能战胜我丈母娘。嗯。谁？不是，闹了半天你在说你丈母娘啊？是啊，你以为我说谁呢？嗯。我要坚持到底，我要死缠烂打。我要坚持到底，我要死缠烂打。我要坚持到底，死缠烂打。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老婆，别愣着了，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家。你要干嘛啊？哎呀，到底上来了！哎呀，这电梯又得调整，还真仔细，我爬上来的。哎，你这不上班，说回来就回来了？啊？哎，自强跟莹莹呢？没回来呀、啊。哎，他们跟我说的，让我早点回来，说有重要的事商量。哎呀，怎么没见着人呢？铁定又是为了那笔拆迁费回来的。看来这小子要跟你玩大的了。玉萍，你可别大意，待会儿盯着点。嗯，叫他玩。哼，他有什么新花招啊？我倒要看看。老婆，来来来，来呀！爸妈、外婆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你们是爬上来的还是坐电梯上来的？坐电梯啊！啊？怎么了？我爬上来的。妈，早知道我等会儿就好了，是不是妈？哎，对了，我们买了很多吃的，我们现在就去装盘子啊！你们稍等一会儿啊。走走啊！从来没这么客气过呀，买这么多东西。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哎，老公啊，你这一套行得通吗？咱们别弄巧成拙啊。你记住，今天是成败在此一举啊！待会儿呢，一定要装哑巴，装聋子，所有的话我来说，所有的事我来做，听懂没有？行。那我就装哑巴，装聋子吧。哎呀，东西虽然少啊，来，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哎，莹莹，别愣着，来来来，坐，行，坐，吃。你们也吃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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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嘛。你说你这从来没这么殷勤过，有点不适应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说人家吧不理你，你说人家目中无人，没大没小，人家现在对你表示善意，嘿，你就怀疑人家动机不纯，你这人怎么做呀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坐在这儿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又没跟你说话，我跟外婆我们这儿看电视挺好的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错了，好啊啊！真是有什么话你直说嘛！你说哪头的你哪头的？从头到尾你就没原则的向着他们，我就告诉你，这猴拔了毛还是猴。想用点小恩小惠糊弄我们，然后呢再算计我们，居心不良。哎呀，外婆，妈，你们把我想的太复杂了。我这个人吧，我是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从小学会一条，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所以最近呢，我就不停的在反省自己。你们说我吧，你们说我这个当女婿的当得不称职，我没让你们三位老人过上好日子，我感到非常自责。不是，
多你干的挺好，装的真是。说实在的，哎，我对你挺满意。你是靠……哎，不说了。我明白，其实这都是爸您不，您不嫌弃我，对不对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更加的努力工作，好好赚钱，挣到了钱呢，好好的孝敬你们。啊，对了，最近莹莹呢，准备到赵丽阿姨那里去上班了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挣更多的钱了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孝敬你们了，哎，对不对？莹莹，我支持你，一定要好好干啊！妈就是不来。哎，这话说回来了，这我们最近呢，就是这个有点难处。当然了，这个岳父岳母和外婆住在我们的房子里面，那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这老房子没法住了，我俩又没地儿落脚，你们说说这，所以我们决定搬回来住。自强，你说我要是说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这句话委屈你吗？一点都没委屈你，你看你七绕八绕的才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。妈，玉萍，你们说这房子吧，原来就是人家的，你说他们搬过来也是应该的。你忘了上次那个亲家在楼下他们那么一闹腾，弄得咱们家的这点臭事是家喻户晓的，你不想再重演一遍吧？就让自强和莹莹回来住吧。妈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们回来住，我是舍不得你们在这儿打地铺，家里现在真的是没地方了，外婆现在打麻将都得到外面去打。哎，那不是还有一间房吗？啊，你把那些旧东西清一清，该处理掉的处理掉，不就腾出一间了吗？当然这是有条件的，你们回来住以后啊，所有的家务由莹莹做，这房子的按揭你来付。哎，我妈，莹莹现在马上就要去上班了，她现在处于创业阶段，我们这些当家里人的不能拖她后腿，对不对？我还指望莹莹挣了钱以后好好的孝敬你们几个呢，对不对？这莹莹现在每天上班下班多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强你说的对啊，对。外婆已经同意让你们回来住了，对吧？既然外婆决定了，我也就随着外婆。你说你们回来，你们不做家务谁做家务啊？是不是？妈，我做，就是，我做家务。那就这样，莹莹，白天的家务你上班的时候我全都揽下来，但是你在家的时候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不做家务谁做呀？你能让外婆做吗？合适吗？还有，你们上班挣钱，当然还贷款是你们，你们不能让我们还吧？你说呢，自强？是，是，我明白啊。那个，可是我每个月吧，我每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，对不对？我还得往家里面给我爸妈寄点钱，将来我和莹莹，我们还得生孩子吧，我们还得存点钱，所以这个按揭不应该由我来付。嗯，你要是好意思白住，你就白住。不是，那个妈，外婆，那个我有几句掏自肺腑的话想跟你俩单聊。要不我们三个到屋里，我们单聊啊。单聊。坐吧，有话说，有屁放。其实啊，你们说我白住房子，不肯出钱，这纯粹是冤枉我啊！我不出钱，那是在为妈妈您做考虑吧？其实您想想看啊，这个房子虽然在我和莹莹的名下，可这钱是人家赵丽出的。说白了，我们大家住的现在都是赵丽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哪一天妈妈您要是和赵丽在街上碰到了，吵起来了，赵丽说你神气什么呀，你住的房子都是我出的钱，你说这平白无故的，您不是比她矮了三分了吗？要是哪天人家心血来潮了，说我要把房子收回来，那我们搬又没地儿搬，这心里想想都觉得委屈啊。哎呀，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，事后想一想，咱们不觉得心里窝囊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房贷应该妈妈您来出。哎，您要是出了这个钱，那这个房子就有您的一半了，那您住您这一半的房子。
这才叫天经地义，谁也说不了您什么，对吗？谢谢妈哈，谢谢谢谢。老公，您去跟妈说什么了？嘘。爸，啊，怎么样啊？还行。啊，妈。看玉萍这个样子，准是比子强将了军。好小子，还真有你的，竟然可以让咱家的领导吃了个闷葫芦。妈坐。妈，别生气了啊，人家自强说的吧，也不是没道理。这案件交就交吧。哦，感情你们俩演双簧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委屈，联合起女婿要造反，把这个家闹翻天呢？当年要不是玉萍的爸拿命换了你，你能坐在这儿喝茶跟我们讲大道理吗？是妈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你这话你随便就这么一说，这就这么一个按揭交就交吧。你的意思就是让我把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交给谁我还不知道，这房子不是我的名字。那好啊，那谁答应谁就交吧。自强啊，你把杂物间收拾一下啊。啊，哎，谢谢爸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脸色这么难看，你别生气了啊，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妈，咱这么大岁数了啊，住在闺女这儿让人说三道四的啊，要钱没有，要岁数我们有一大把，我们不在这住不就完了吗？妈，咱别在这住，咱不住行吧？走走走。对，走，不在这住了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哪儿你真在乎吗？走，妈。哼，妈走。白眼狼，走，妈。咱公园睡去。妈，你这走了走喽，回家喽。老公，你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过分的话？你看把妈气的。我能说什么呀？我跟你妈说呀，我们不能这么无原则的退让，要让我退也得给我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吧，凡事都得讲个理。接下来呀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什么好戏呀，老公？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事情进展顺利。再怎么样，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房间，没有流落街头，对不对？对。走。哎，回家了。太过分了吧？这么多东西，我们怎么住啊？老婆，你甭管了，我来。放哪儿去啊？哎，怎么样啊？老公，你真厉害。那是。可是我想知道，你到底把那么多东西搬哪儿去了？嘘，这个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嗯。来，我们进去躺一躺。好了，现在没有人了。妈，我养着。哎，吓我一跳！玉萍，别跟着我们！玉萍，烦人劲儿的，别跟着我们，行不行？回家去，你跟你女婿庆祝庆祝，开杯酒庆祝去！别跟着我！别怄气了，好不好？身体要紧呢。你还真在乎我的身体啊？那你还在乎妈的身体吗？你在乎吗？就是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你看你这，你看，你说着就来了吧？我扶你回家啊！没事，快走吧，没事，别动我，我没事，回去得了啊。
以后再跟他们算这个账。我不回去，我不要跟你回去，你别在这站着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个窝囊气，完全我不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这辈子我都没。你别生气了。以后再跟他们算这个账。我没受过这种窝囊气，我不走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不回去，我再也受不了你了。怎么了？这大白天的干嘛呢？来，进屋，进屋。大伟，你要不亲自找我，我真的不回来。受这气，我才不受这气。哎呀，就因为他们几句话，你们就走，这不中了他们的计吗？要我说，咱就理直气壮的扎在这儿，谁怕谁呀？哎，张二姐和二姐夫也是在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又不是存心跟你们过不去。真是，结果把你们气成这个样子。哎，叫我说啊，全家聚在一块儿也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，爸？哎，就是就是。就是菲菲，你就听我闺女的。我又没有说错呀，我就看在我妈这么大岁数的面上，不然睡公园里，反正我无所谓，我怎么都行。对对对对，妈，回去吧，进屋去吧，拜拜。好了好了。这谁的？我的房间里堆着好多东西，我的也是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？我的也是，谁干的啊？妈，我知道是谁。哦，我也知道。谁呀？女婿，女婿。哎，妈。啊，来了啊？怎么回事？妈，叫我呢。你们都回来了。啊、叫他呢。站住！嗯，又想溜啊？站着听着，说吧，干什么缺德事了？啊？外婆问你话呢。我没干什么缺德事啊。你说什么没干？啊？吵吵去，屋里吵吵去。你们是指那堆行李是吧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跟莹莹的房间实在是太小了，躺都没法躺了。我一看行李都是你们大家的呀，我就给你们每个人都送到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嗯，经过谁的允许了？你这样做就是没上没下，没大没小，得寸进尺，懂吗？不是，妈，您说这么多行李放在那个房间，你不能让我们俩站着睡觉是不是？嘿嘿，爸，你说你们每个人的房间都很大，每个人分摊一两件行李，一点不觉得挤吗？大家有难同当嘛。就是就是，哎，没关系吧？这把每个屋的空间都给利用上，多好啊！那都集中在一个屋里边，这屋肯定没法睡觉。是不是？就是。我不要，房间里堆那么多东西，我受不了。就是，我也没法睡觉，乱七八糟的，我闹心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就是。这样吧，你们谁要是觉得我曾自强占你们便宜了，我跟你们换房间睡，行了吗？外婆，您去我那儿参观一下呗。哎，妈，那个，要不咱俩换？哎，妈，那个，没事吧？你考虑考虑。哎，其实我那儿不错的。姐夫，我是特别想换给你，可是我妈她不让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呀，静静啊，咱俩谈一谈，好吗？你有病。老公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觉得很好啊，我觉得很公平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公平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走了走了，回去回去，走了。静静，别急别急，让他们回来住。第一个回合算咱们输了，第二个回合咱们又输了。看来这女婿的反击战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。哎，以后啊，咱们没好日子过了。您还别说，这莹莹啊，现在对咱们是步步紧逼了。咱们原来走的是感恩路线，用感恩这个大帽子一扣，他们全都束手无策，乖乖的听话。可这招用久了也会失效，毕竟自强不欠咱们什么。
逼急了会反弹的。说实在的啊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实际上咱们理亏啊。你说就这房子啊，咱们要是让他们出去住，他们要是把咱们告了啊，咱们肯定会输。咱们要是出去租房子，嗯啊，那钱肯定比这按揭贵多了。那肯定啊，而且呢，那房子还不一定有这儿好。妈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咱们呢，得看清形势，嗯，以退为进，静观其变。嗯嗯嗯，来来来，喝茶。哎，你还真有这个闲心。你说，妈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也不出来，这他会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了？哎呀，生气就生气，反正这一回合你妈是输了，她已经让我们回来住了。来，老婆，干杯。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直到白发满嘴没了牙。